健康一身轻，越看越年轻。好，欢迎回来啊！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美味是美味了，它为什么养胃？咱们先说说这个功能啊，它怎么就做到的？又水果啊，又是什么薯类的，它咋就养胃了呢？这藕粉丸子？那就要从原料开始说起，因为我们这个水果的这个呢，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都去做了感觉好，就是看你是什么条件。比如说我的胃感觉有点胀的这种人，要选择水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像什么呢，比如说有点菠萝呀，有点果酸多的一些东西的去做这个，放一点藕粉去做出来小丸子，又好吃又好看。因为呢，胃胀的为什么选择果酸多来解决呢？因为胃胀的人呢，一般都胃酸相对的低，所以呢，我们选择一些呢果酸多的，而且呢纤维稍微多一些的，味道又感觉比较不错的，这样的话和藕粉融在一起去做出来的丸子，第一好吃，第二一个它有促进肠蠕动的作用，而且果酸本身它有刺激胃酸的分泌的作用，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好消化了吧。就是果酸会带动胃酸分泌，然后你胃酸少的会出现腹胀，没错，这个逻辑成立了，就是说你选择有一些酸味的水果的，对对对，对于胃酸少的人啊，没错。但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个？除了我们相应的功能以外，因为食品呢，首先要接受，